加固缝你可以什么手指你绕开它，就稍微再往里一点，嗯，你知道它卡边锤头一下去容易砸到骨头，嗯，啊，你稍微再往里一点点，嗯，再往里一点，嗯，对，定位的时候，嗯，到这对，你先体验吧，如果说你要是体验好的话，你可以最后再加一个，也可以的。初始位置。
些疼痛的药片摊位，都是由于我们长期的生活习惯造成的。如果您的症状比较严重，还需要吃药，眼睛会变亮，嗓子会变热，脑袋变清楚，思路更活跃，抵抗力提高，不容易长大，睡眠也会有明显改善哦。在自进行拉伸动作时，感觉特别舒服。筋膜在被减震光刺激后，就有点像突然跑了个长跑，运动后的酸胀疼痛是一个道理。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，您可是家庭的顶梁柱，日常保养好就不用大修了。小周祝您身体健康。这都可以吗？把脖子拱一下，就稍微，哎，对对对，可以打一下这个地方，可以吗？疼吗？可以哈，稍微带些带些。不要吃凉的东西哈。不是孩子，就是肩上。